流传滴血就能认清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只要一碗水两滴血，观察两滴血液是否会互相融合，就能得知亲子关系。这令人惊心动魄的滴血认亲，真的可靠吗？小兵与班杰用四组血液来实验，发现不管是亲子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血液在清水中融合的情况都相同，根本无从认亲。原来这种现象称作渗透作用。清水对血球细胞来说是低张溶液，水分会渗透到血球细胞，造成细胞胀破，血液就会和水相融在一起。专家提醒，所以事实上要做亲子鉴定的话，还是应该要找专业的医疗单位才行，否则会引起很多纠纷哦。单用一碗水是无法判定血缘关系的哦。